哎呀，你不还有让那个上去，你快点，因为啥？我看那个房子的，你在干什么来着？是哪个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姐，今俺邻居买了个房子，叫我去看去吧，我看他买的房子怎么样，走吧，跟我来看啊。欢迎不着，不是今儿。这些现在厉害吗？咱可以看看景。不，他怕。这有个湖，有个湖。哦。有个湖，到不到风景好。嗯，这个。来跳广场舞。哈哈，来跳广场舞的，咱不会跳。看这个小区地面地上不允许有车辆啊。基本又下地下了。任车在地下。任车在六。他这个车库弄的，车位弄的，啊，都刷的挺整齐。哦，钓鱼。里边有鱼，金鱼。养的金鱼了。前面的路。那个是南路，那是南路没得。南路，那叫南路。哦。最近又过来又跑了。给他妈。嗯，还有两个船呢。啊，有两个船。也在上班。我在这游湖。啊。好的。我往那个船上走一下。从哪里呀？直接从那从那边能过来了。那我们那个还没桥了。就去那转过去了。哦。两个桥呢。嗯。现在已经涨了1500了。哦。涨1500。当时买上多少钱？贵了20万了。贵了20万了，这一。房大哟。这一房呢？一平方涨1500，一平方，哎，100个平方就涨多少？就是15万，15万，才100多呢，20万才差不多。也就是从他们买到现在，这两年有两年了吧？有两年吗？有了。两年的时间，增值了20万。哟，那也行，是吧？对。提前买的。行行，说明人家有眼光。这个拆了，直接捅阳台。这底下也是那叫这个，上下两层。从那里上来。嗯，从那上来。这到底也不高。一共多少平方？住起来比较方便，是个1600。1600几？1600。1600这个平方。嗯。哦。也不大。也不大。你上你是量过了。2600，我给大娘。嗯，对，是吧？对。小姐，你说把它拆了，不用拆。嗯。到时候有孩子的时候呢，晒个太阳还好。你小孩也在上面也都晒的啊，专门晾晾衣服的。先晾衣服，我知道这地方了，这地就还好着呢。再把那个不行，什么都晾一下啊。啊。这看着就显得安全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玻璃看着就不像安全呢。他那个不好看啊，才不好看，这么大，这不孬，你买的忒大，还买的上下两层，15层、16层，这都不孬。来，你看这带下子看，是吧？你心里没有压力吗？先买个小的，先住着，有钱了再买。不怪大了，这是第2层了。看着都不能，你看这些啥呢？这些景都不能。还有个河，还有啥呢？哎，近些高楼中。